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四月十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特殊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551例本土病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那照这趋势来看，四月底恐惊是一日就上升的。疫情天气标准即摆有修改了，高中以下学校若准全校三分之一以上的班级，或者是全校十班以上伫咧停课十天，就真可能全校停课。高雄南麻溪产业园区开发案今仔中昼宽平大会已经完成通过，而且完成了，但是电力厂房按算伫搭过就会开始动工。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551例本土病例，其中伫新北市上届者有162例，一旦台北市部分例有115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家人台北桃园拢是高风险地区，而且台北有真侪感染源，到今也未找不到的。那照这趋势来看，这四月底进前咧，恐惊一日就出现上升咧。各地环保人员在街路来回一直消毒，每一个所在都不敢大意，因为这些所在都有确诊者惊大过。国内十二个新增加551例新冠本土确诊病例，分布在17个县市，其中以新北市162例上多，再来是台北市115例，高雄61例，桃园53例，基隆有37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以现阶段疫情发展趋势来看，四月底单日新增加千例确诊数是有可能发生的。以如果香港若以常态化的20000到90000来讲，你要看的台湾的比例来上是60000到90000嘛。所以这一天可能来到吗？对不对？我是说，在别的国家会发生的情况，在台湾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嘛。陈时中表示，目前包括双北、基隆、桃园是属有高风险区域，双北的不明感染源上多。进前基隆的筛检效果未歹，发外卖200000次剂，筛出44个人阳性，经由 PCR 筛检出到38个人，有助社区防疫。目前已经跟其他高风险三个县市联络，只要等政府来申请，一批会提供200000次剂。宣布说有这个方案嘛，那所以昨天才开始知道说他们有兴趣，所以不会有一下子就知道他们的方案，他们当然都还在规划当中。就在本土疫情持续传播的同时，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下载社交距离 App， 民众只要开那个功能，就当收到确诊者接触提醒，也当代替实验者，也建议市场、餐厅、绕境演唱会、宗教绕境活动，也就是坐人入去，也是无戴挂嘴安，阁爱点一阵的场地优先使用。台湾社交距离 APP 不需要登记，不需要注册，也不会启动 GPS， 也不会收集个人的资料。也不会自动上传。台湾社交距离 App 到目前为止累计689000个下载，指挥中心的目标是1300000人次，占总人口的60%。15至64岁族群的80%，不过若是无多装的，也是会当应用实验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目前疫情变化的速度是真紧，教育部有和疫情指挥中心讨论了后，即停课的标准有修改。高中以下的学校若准全校三分之一以上的班级，或者是全校十班以上伫咧停课十天，就会全校停课。若准伫咧疫情调查期间，校园内边的接触者就要先停课一天到三天进行自我监测，也得爱看即筛检的结果，再来规定要恢复上课时间。带囡仔去学校，物件摕咧就随走，无法度随到囡仔的家长，会当把囡仔带去学校自习。花莲明义国小因为有四个学生确诊，12至15全学校预防性停课。伫台北市北一女的一个老师，下晡传出快筛是阳性，伊家的两个班级的学生嘛预防性停课三天。他现在定位确诊，只是预防性，我还没有老师学生确诊。密切接触者才会请他们快筛。到12下晡为止，全国18个县市超过240间学校受到疫情的影响停课，或者是部分的班级停课。不过目前高中以下的学校规定，一间学校若是有师生确诊，那两个班级以上，全学校都要停课。也若大专院校，若是两个以上的师生确诊，一间学校或者是这个校区都要停课。安尼恐惊会影响学生的受教权。教育部12下晡正式修正发布校园暂停实体上课实施的标准，以确诊的个案为核心，接触者暂停实体上课配合疫调，也若暂停实体上课，原则是以班级做单位。像确诊者个案在就读他们的常态性的班级里面啊，这个部分就是长时间的接触，学生就会经列为密切的接触，就是整个班的师生啊，就会开始进行居隔10天。
修正停课新的标准，高中以下的学校，全学校三分之以上的班级，或者是全学校十班以上停课十天，全学校都要暂停实体上课。要若大专院校，一间学校三分之一以上的科系还有数，若是有停课十天，一间学校都要全部停课。要若为大学到高中以下的学校，若是甲较真正共社团，或者是坐共一只交通车等等的接触者，配合疫调的期间，是要停课一天至三天。这个疫调的结果，如果完全没有这个密切的接触者这样的部分啊，这些授课、休课等班级啊，他就会恢复实体的上课。教育部表示，停课新的标准为十三开始实施，实施之前已经有相关停课规划的学校，会当照原本的方式把流程走好了，减少不必要的困扰。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天国的标准有修改了，后来关心这十二岁以下也未注疫苗囡仔，教育团体认为讲这天国标准对国小来讲是上过龄，另外爱分开来讨论。不过家长认为讲，也是爱让学生囡仔去到学校比较会较好。另外，防疫照顾假的部分咧，劳动部表示，这个防疫照顾假无算是劳资多一方的责任，所以无强制公司一定爱付予员工薪水，但是公司是爱让员工请假是不会当调来。随着疫情变化，全台超过200间学校停课，也是部分停课，引起停课标准太严的讨论。教育部甲指挥中心讨论了后，决定放宽各级学校停课标准，但过消息出来，家长意见真不同。能上学还是去上学呀、啊？对啊，因为在家里，老实说，爸妈也很忙，爸妈不知道怎么照顾他。比较较危险嘛，会啦，有较危险啦。学校因咧防疫拢足好个啊，无差啦。虽然家长认为囡仔会当到学校学习，家长也免烦恼请假照顾的代志会较好。严格国小以下学生无注疫苗，教育团体认为对国小来讲标准受令，建议应该独立讨论，教育界有声音，让能有更严谨的措施。哦，包含说目前现在国小阶段没有打疫苗之外，在十二岁以下并没有任何的数据资料或科学证据能证明。哦，所以。考量在这个方面当中，我们家长是比较担心的。孩子没有打疫苗，他对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的管理可能也会造成一个家长的担忧。比较建议国小应该再小一点点的范围，依不同的教育阶段去做一点不同的调整。另外，目前停课的学校，国小甲幼儿园都降一半，家长照顾变成难题，敢是防疫照顾假好心碎，亲子照顾议题搁浮上台面。去年以来的做法，他就是说，是军工教劳都是一样的，没有强制给薪。后面的话，会不会要做特别的考量？那我们相信教育部和卫福部会共同来研究和处理。那如果我们有参与的话，我们也会提供我们意见。劳动部强调，防疫照顾假是防疫应变的特别措施，头家应该配合温存请假，袂当看作是控制，也是强迫劳工以暑假，也是靠全勤奖金等方式为难劳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目前，咱国内跨台汽车价格一直拢真贵。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已经启动政府电用啊，强调这未来跨台汽车数量有够，价格也会稳定。另外，指挥官陈时中也答应讲，会提升产能，也会加一组跨台汽车价格降低到200块以下，希望月底进前就当达成了。请问这个快筛多少钱？1400一盒，好贵啊！进口品牌快台汽车五十吨，要叫介绍1400块，超商介绍更加贵，爱1800块，等于是一支300。我本来想要买两个，结果一个350，那两个就700，所以我就只买一个。我们在美国的话是不用钱。国内市面上所卖的快台汽车分进口和国产两大类，进口品牌有劳氏、快德利、阿伯等。单车型包装平均计销330到360，国产品牌福尼安德罗计销也无低，单车型平均计销250到350不等。平均单价一支100多块的话是最好啊，所以大家比较能够负担。反过来看国外，欧美各国快台汽车计销都较俗，美国一月初一条伫线顶免费发放，每一户四分快台汽车。另外，英国上俗，快台汽车75块都买得到，大品牌也是无到200块。另外，亚洲部分新加坡南盘快台汽车计销也压伫105块以下，有地位好用，政府应该成立快台国家队，赶紧压价计销。快筛国家队到底什么时候来上路呢？已经启动，由政府来征用，一定要保快筛试剂量足价稳。
疫情指挥官陈时中也答应会提升三零，未来单剂型计销有机会压低到200块以下。在加紧进行啦，在月底之前把这个价格再往下压。手上只有雅培跟罗氏，他有给我的 CT 值是多少以下，他测得出来，然后他也有 Omicron 的一个敏感度的一个测试。国家对这个部分必须要一样有这些数据。有数认为压低进口品牌计销，爱看当地市场偌大，代理商才好讲。所以压低计销只会当为国产品牌下手，也不过关键也是快太准确性。若讲品质不好，颠倒会造成防疫恐慌。记者综合报道。在咧进前有传出两名助理确诊的国民党立委廖国栋，针对阴性转至阳性，也因为已经超过65岁啊，有其他的病史，指挥中心改送到台大病院去治疗。也因为伊是当咧居家隔离当中，对阴性转至阳性，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立法院的防疫措施暂时唔免修改。大门锁起来，批书信放伫门边。这是国民党立委廖国栋位伫立法院中心大楼八楼的国会办公室。进前因为两位助理确诊，包括廖国栋在内，办公室人员全部考虑伫厝隔离。医生背景的廖国栋在以阴转阳确诊。另外廖国栋无接电话，不过伊伫并且回应网友关心，表示多谢关怀，已经健康。因为廖国栋1955年出世，超过65岁，加上有其他的病史，所以指挥中心安排伊到台大病院治疗。那再来就是说，因为他原来在台东的部分哦，那依照他原有的其他疾病，那需要一些就是有医学中心的照顾了，所以我们目前就是安排他到回到北部来。廖国栋国会办公室已经伫顶礼拜连续假期完成清消，由立委关心立法院，即卖防疫期间敢是需要升级？那也是属于阴转阳，所以他的确诊并不会对立院的疫情带来新一波的冲击。所以我们就是按照现在的现行的一个防疫措施就可以了。到目前看起来是稳定的。另外，行政院有三名家属调病，会议长沈荣丁、甲秘书长何培山、洪德辉密切接触者，目前伫厝隔离。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会谨慎应用。昨天所有的同仁都没有再发现有人确诊。行政院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我们会用比较严谨的态度来维护相关需要的作业。除了立法院跟行政院传出调病风险，总统蔡英文也因为家庭聚会了后有家庭确诊，来伫厝隔离中，也让防疫高层直接感受到这波疫情的传染威力。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伫今仔日搁再增加162个本土病例，是全国上界侪所在。针对着指挥官陈时中所提出的大台北地区，也搁家人桃园，就要进行民众快筛。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早就伫咧推动台检路，也正期待中央政府的政策。新北市对这开始试办清净点厝的照护计划，十二日工市长侯友宜也去到三中区公所、市察区级的关怀中心。有民众对居家照护较可能会造成周边感染的几率，侯友宜表示讲会用电子围篱啊，也阁做好环境消毒，来降低周边感染的风险。好，你今天是第五天了，你今天有没有快筛啊？新北市十一开始试办居家照护计划，也将检疫隔离关怀中心升级做 COVID-19 居家照护关怀中心。29个区公所也同步成立区级关怀中心，随时协助居家照护者。不过，将轻症、无症状的人留踮厝的，也是有无共声音，惊有社区风险。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确诊。我们对所有的确诊者以及居家隔离的被照顾者，我们都要用包容、体谅、支持的方式，大家一起来共同面对。侯友宜表示，会用电子围篱做好环境消毒，降低周边感染的风险。面对中央十一，也宣布清净点厝参药局配合的原则。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十二嘛伫线顶来讨论，表达全台地方工会拢愿意来配合，预计全台会有30%的健保药局来参与。不管健保药局的药师用什么方法，24个小时内一定要送到这个民众的家里门口拍照，并且打电话给民众。
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补充，到处送药的部分，以慢性病用药的需求，甲轻症病人缓解用药啊为主。另外，嘛将建议各乡定期区至少要有一间药局来提供服务。记者陈阿文曾派文采访报道。新北市看刷来看到台北去，这台北的病例要上百例。市政府内边要一个员工确诊，这办公室除了大消毒以外，要隔离十六个人。台北市十二本土确诊数也超过一百，来到115例，疫情直接影响台北市政府。我们是先准备200剂，但是大概100多位同仁。台北市政府的员工紧急调快台汽车送入10楼三快局办公室。十二一个同仁确诊，港区办公室的员工等待完成疫调，再过全部清空。那清消完就是那个办公区会禁止24小时，然后明天再开放。台北市政府确诊同仁住伫新北市，70发烧，11快筛阳性，12确诊。甲伊接触的一个朋友也确诊。台北市同仁也互人可怜，到下晡3点半已经完成快筛，有103人拢是阴性。框列我们职场居家隔离有16个人。防疫人员当地进行的消毒所在，就是台北市警局所管辖的大安分局。大安甲上山分局目前也出现3个刑警确诊，基隆市12新增加37例。针对由家长质疑某一个国小停课，无进行全校体检，市长林佑昌解释，即届国小无全部筛选，是评估风险，也搁伫掌控中。记者综合报道。北部疫情看刷，咱来看到南部去。这南部特定五六场所的群组感染案继续伫咧飙高。这个屏东今日增加14例，其中11例就是甲小食部有牵连。另外，高雄今日有61例，有其中7例是对屏东某几间小食部来的。连家己关心增加4个确诊者当中咧，有1例是含屏东天上人间小食部群组感染案的接触者。已经从下令停业的屏东天上人间小食部群组疫情继续摊销。屏东在日增加的14例中，有7例都是天上人间直接甲阴性案例。另外一间可爱小食部因为员工也伫天上人间工作，造成这间店有4人得病。28309本身就在天上人间小吃部跟可爱小吃部的中间都有在服务啊，所以有可能在天上人间这边的感染引发到可爱小吃部的感染。天上人间群组一直传，家己关增加4例中都有一个人是这间店确诊者的接触者。关府赶紧派人到卡车店进行清消，除了家己关高雄确诊人数来到这几天的新冠61例。10例特定五六场所的个案中，都有7例来自屏东天上人间店几间小食部。娱乐场所相关的这些感染确诊者呢，主要来源在屏东的天上人间小吃部这边有4例。屏东里港的微风小吃部有1例，屏东想再来小吃部有2例。高雄甲天上人间相关确诊个案已经累积21例，市长陈其迈看到卡车表也忍不住提醒，避免场所的高传染风险。在娱乐城啊，或者是像类似这种长时间密闭的啊这种娱乐或者是餐饮的这个场所，其实风险都会比较高。除了特定五路场所，前面人家也和高雄加14例跨县市移动确诊个案，分别来自台北、基隆、甲花莲。因为奥密克戎传染紧，卫生局鼓励密切接触者的时阵发现阳性率达到84%。呼吁若发现身边有亲戚朋友确诊，一定要赶紧到体检站采检。记者综合报道。在高雄南麻溪产业园区开发案，也就是台积电要去设厂的土地，今仔中昼环评大会已经完成，而且有通过。也因为开发案伫咧顶个月二八才通过这个环评专案审查，和环保团体质疑讲，这程序伤过赶紧啊！伊来要求讲，台积电伫只设厂了后，就要达成减碳、也够绿电等等的环境要求。另外，当地里长也希望园区用地当来做污染整治，希望会当用更加高的标准去要求。环保团体在地居民到现场关心南麻溪产业园区开发案，3月28日才通过高雄市第二届环评专案审查，2礼拜就着急召开环评大会，环团质疑伤急。很多科学界的反映声音都是法律的问题。那今天高雄市政府难道又要主导辐射这件事情吗？那今天是不是又要限台积电为不利？到时候法律风险，到时候提起诉讼，法院又把它撤销，就反击结论。
宽团再次重申，事业废弃物减量、减碳加绿能来源这诉求，要求经发局将部分诉求纳入宽评程度。那么，企业产业分区开发关系到台积电建筑问题，宽团加当地里长也希望分区用地污染的整治用更加严格标准要求。土壤跟地下水的这个，不管是它污染的场景的公告或管制区的划定的话，也都是依土水法的一个方式，分别查到污染之后去分别的一个公告跟划定。环保局强调，这项程序伫进行无甚法规，不过这届宽评大会审查通过，无需要进入第二阶段宽评，开会时间阁比专业的审查时间阁较紧。第一个就是要成立监督小组，比较环保署的方式来成立监督小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水的监测的部分，至少要有三个点位。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在文虎国小要增加一个空品的监测点位。环评委员列出市政府成立监督小组，增加空气品质、地下水为监测点做通过条件。面对宽评通过，台积电表示落建审查结果会持续为节能节水加减少废弃物来保护环境。不过，宽团对市政府无查清楚是毋是有切割宽评这个问题，就快速通过是有感觉失望。呼吁市政府出来第二期的开发，一定要送中央宽评加二阶段宽评，让这个重大开发案有更加严格的审查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大家妈祖绕境进行活动，目前正在举行。不过，初九暗时经过彰化市的时阵咧，这个、通缉党总裁张安禄涉嫌带人去抢救，和警方发生冲突。其中，伊的客查某囝李家伟，一个因有主位吴金虎，当场加警察呛声引起冲突。警方十一先把李家伟、吴金虎找来，在今仔日暗头啊，张安禄也到案说明。张安禄认为讲，警方是伫甲伊针对，强调家己只是去接妈祖尔。在客查某囝李家伟的陪同之下，通缉党的总裁张安禄去彰化地检署报道，要说明初九大家妈在彰化市区运警，煞引起冲突的代志。张安禄提相片指出，因过拢是穿正当的制服，今年煞红要求袂当穿，伊不满警方执法有针对性。本来没有事嘛，就针对了他，叫他，我记得他说叫他把背心脱掉，我说那个这跟防疫有关系吗？他说我是防疫，我说了算。我是法律嘛，他说了算。代志发生在初九，大家妈的冷桥经过彰化市，在通过民生地下道了后，张安禄带领民众甲党员接驾。不过因为迄个所在是警方的管制区，警方考虑防疫甲安全问题，拒绝因接驾，双方怎爆发冲突？现在张安禄的客查某囝李家伟是摕影片来指控警方执法过当，是不是？警方执法过当，我希望把所有的影片都公诸于世，让大家来审判。初九迄天，张安禄的客查某囝，也就是民政党部的主委李家辉，还有营务主席王金虎，嘛在现场甲警方呛声。历史局的场面是乱糟糟。彰化检方十一发动拘提，两个人服刑了后，警方认为因有涉嫌妨碍公务、甲使人别人犯罪等等的罪嫌，是以20万甲15万块交保。也若检方传唤张安禄，是要理清案情。目前传票是针对妨碍公务跟违反组织犯罪条例的部分，那目前检察官会针对相关犯行做相关的询问跟调查。检方表示，目前持续传唤相关的人员到案来说明，也扩大查办其他的共犯。接下来检警也会提悬勤务的规格，避免大家骂回乱的时阵，搁发生冲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带观众朋友来关心这罗西亚打乌克兰的战争。讲到罗西亚军队，唔呐锁定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以外咧，这南部重要据点马里波的战争也是还未结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已经有摕到消息，讲这罗西亚军队将有可能会使用化学武器。另外，乌克兰当地人权组织最近也接到骨肉战，讲这是罗西亚军队操打因乌克兰女性案件，呼吁世界各国就爱来关注因人权议题。救援人员在庄仔厝下中找找生还者，同时动用吊车移动被炸害的墙啊，以力救援。俄罗斯唔呐对乌克兰南部顿巴斯地区继续发动攻势，就连南部的港市马里波也继续好高军包围。为空中摄到画面，会当看到马里波剧院的广场花，大字的俄文写着内底有儿童，厝顶也白白旗啊。不过电力的轰炸之下，作为避难使用的剧院，即马变成废墟。Один з рупорів окупантів заявив про те, що вони можуть застосувати хімічну зброю проти захисників Маріуполя.
розглядаємо це максимально серйозно。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出，俄军尽有可能对守军也有平民使用化学武器，呼吁西方应该加强制裁，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运。也不过，这项指控目前还未得到证实。马里波市长甲美联社讲，当地居民欠水、欠电、甲生活不足，也不过俄军阻挡人道主义救援工作，想要暗藏杀害无辜百姓的事实。We know and see, and we want you to hear our voices that violence and rape is used now as a weapon of war by Russian invaders in Ukraine。在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乌克兰妇女儿童的问题，乌克兰人权组织表示，目前已经接到至少九件性侵案件，涉及12名妇女加早孕啊，甚至还传出寻求避难的妇女加儿童和人口贩运集团拐去的。We are increasingly hearing of rape and sexual violence. These allegations must be independently investigated to ensure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 在这个同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证实，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142名儿童死亡，229名儿童受伤。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在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到当时还未结束，不过罗西亚加白俄罗斯特别在罗西亚东部进行高峰会，讨论要安怎来应变这乌克兰的局势发展。另外，美国这边印度的外交国防两位首长当日华府访问，而且双方总统拜登加总理莫迪实现峰会结束了后，佫进行这芝加哥的会谈。美国印度因的军事合作案有伫咧筹备，不过印度咧也佫加这个罗西亚买石油，踮这个部分的态度算是甲别人不同款。But I want to welcome India's humanitarian support for the people of Ukraine who are suffering a horrific assault. 美国总统拜登跟印度总理莫迪先以视讯进行高峰会，因为鼓吹各国卖给俄罗斯阿贝石油甲天然气，是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阿重点的项目。不过，2022年还过无一半，印度甲俄罗斯阿进口石油的金额都超过1300万桶。不过，去年几年，嘛才进口1600万桶尔。所以，为拜登甲莫迪的视讯峰会。甲两国的国防外交首长的2+2面对面的会谈，美国是真表示要求印度都要减少，甚至是停止进口俄罗斯的能源。然后，印度的外交部长苏吉生回答的时阵是狠狠地下咧乌龙蛇道。If you are looking at energy purchases from Russia, I would suggest that your attention should be focused on Europe. Probably, our total purchases for the month would be less than what Europe does in an afternoon. 不过，讲到印太地区的军事合作。因对抗的是共同的敌人中国，美国跟印度双方唔呐早就有共识，具体做法嘛已经愈来愈明确。We all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in the Indo-Pacific.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seeking to refashion the reg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more broadly. 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指出，美国暗算和印度有更加利便的管道会当摕到援助。透过这种方式，让印度采购更多美国的军备，一方面扩大美国对印度的外交影响力，另外也是要让印度离俄罗斯较远的。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为了要制裁这罗西亚入侵乌克兰，德国已经开始减少对罗西亚进口石油还有天然气，按算2024年会当完全唔免进口。唔过，随着替代能源进程咧，拢有需要一段时间会较痛苦。另外，罗西亚的帝王客也受到抵制，缩小对波抵制国家去，亲像是南韩。唔过，这边将是要买来吃，也是唔买，这恐惊会受到道德的约束。拍开电子炉，将咖啡果放起嚟加热。德国民众组织准备享受家己煮的咖啡。俄罗斯自称乌克兰受到各国抵制，欧洲过去有70%的天然气拢是靠俄罗斯供应。其中，德国在顶日已经减少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土炭等，大约10%至25%不等的外扩。预计在2024年才能达到能源独立自主，也让民众开始找寻各种节省能源的方式。Also es war auch eine Idee, um Gas zu sparen natürlich, also nicht den Gasherd zu benutzen, sondern ein Induktionsfeld, das ist ein ganz einfaches Ding, sowas haben wir auch im Wochenendhäuschen.虽然欧盟已经表示要渐渐脱离对俄国能源的外靠，但不过内部成员国的立场并无同款。对于德国民众来讲，降价进口俄国天然气，国内的天然气价格都会起，租厝的人的票包也都会大消耗。但不过政府也会当利用这摆机会加速发展再生能源。
都有德国民营企业都要利用在湖面上建造的浮动型太阳能发电厂，一天可以供电3000千瓦，加同款电力的化石燃料发电比，一年可以减碳1100吨。德国可以再生能源公司表示，如果可以在德国几个的湖面大量设置浮动太阳能板，就可以提供更多的能源，也可以加速脱离对俄国天然气的依靠，同时减少对经济伤害。Allein in Deutschland hier auf ungenutzten Seen, die wirklich keiner kennt, können bis zu 20 Gigawatt Solar umgesetzt werden auf dem Wasser. 受到欧美各国经济制裁，俄罗斯水产也受到抵制，加上中国大城市陆续封城防疫，和俄罗斯水产大量销往无进行制裁国家像南韩，其中帝王蟹过去虽然价格贵，但肉质鲜甜。变成南韩人喜欢的美食之一，现在大量销往，价格跌到只剩不到原本的一半，让爱吃的民众想要买来吃，搁烦恼安尼。感谢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现在要消费也是要抵制的道德困境。公司新闻但是董斌英。在观众朋友来看其他国际新闻，法国的极右派政党国民人民的领袖马林勒庞，这第三届出来选总统，伊是第二届摕到晋级选。国选的一个资格，而且这届伊的支持率是跟马克宏总统是差不多的。选后的头一场造势活动，马克宏就直接去到勒庞的大票仓，也就是法国上届选出的小弟极特兰，出去和当地极左派支持者解呛声。法国总统马克宏选后头一天行程，选在全国上散车的所在迪南，这个在北部工业区小城镇，较早是法国拖团加钢铁的都市。2018年，这个所在三分之一的青壮年人口拢失业。2019年，一般人拢是散车人。迪南是共产党的票仓。不过，七十总统大选头一轮投票，极右派政党国民联盟的候选人马林勒庞直接摕到最高票42%的选票，充分显示今年极右派主张有多年打动这个所在基层选民的心。较早五年，常常和各界形容是正好做功课的马克宏，坦白承认，伊进前拢把心放伫乌俄战争，想万集中伫竞选活动。理由是伊相信，甲国家领导人这角色最好，有助提升伊的民调数字。不过，显然代志毋是伊所想的。在因马克宏一个落车，准备要甲选民来博感情，煞一个女选民甲场面做甲正歹看。Non, il n'y a personne qui est pour Macron. Je sais pas, gueuler. Très énervé, oui. Et j'ai très peur aussi de l'avenir, surtout pour mes enfants. Voilà. Pourquoi ? Parce que c'est le président des ultra riches. Nous, les ouvriers, on se crève le cul à travailler jour et nuit pour certains, à gagner 1200 balles et à pas pouvoir finir les mois. C'est le cas de tout le monde ici.Tout le monde. Moi, je fais partie des soignants qui sont suspendus, entre guillemets, je suis à 8 heures télétravail. Voilà, je me retrouve avec 300 balles par mois et mon mari est ouvrier. On doit payer nos factures et tout ce qui s'ensuit. Eh ben, on fait que manger. Même le gasoil, on pourrait peut-être même pas partir en vacances. Donc, faut arrêter, quoi. Faut arrêter de prendre les gens pour des cons. Ma queue, on cavale à cette loose, bien, deux, bien, tout le monde, on connaît un coin, pas beau, qu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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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nd,梁乐鹏迄天透早伫巴黎甲竞选团队会晤了后，前往中部约纳县的一间农场去访问。Que au-delà de l'augmentation du gaz, du fuel, de l'électricité et du carburant auquel les Français sont confrontés aujourd'hui, il y a un autre nuage noir qui arrive sur la tête des Français et qui va être l'inflation des prix de l'alimentation. Déjà, cette inflation s'est fait sentir depuis l'arrivée d'Emmanuel Macron à la tête de l'État. Les fruits et légumes, par exemple, ont augmenté de 25%.勒庞强调，伊的大幅度调降是要加汽油的税率，亲像将能源类产品的征税率为即卖20%降为5.5%，停止风力电厂项目，进行核电，再加上六座新的欧洲压水反应炉，也加投资氢气。所以勒庞要全力准备4月20日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会。五年前同一个舞台，伊因为准备无够，伫镜头前输给马克宏，不过今年局势恐惊会全部无同。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对咱台湾无直接影响的梅基风台，不过这两天伊是天打这个菲律宾东部甲南部沿海地区，引起水崩山一个做大水，上部有48人死亡，目前一个真侪人等在失踪，等在抢救当中。
救援人员把这个规分数拢是落高阿梅，循环者跟去人行桥顶关，再个为山区家跟去溪边的树林厅，赶紧家送便衣急救。在雨水淌到溪水规个涨起来情形之下，救援的工作是真困难。梅基风台礼拜扫入去菲律宾，风速有到1:80公里，地处中南部做大水，造成严重的灾情。其中在中部的雷伊泰县，上大的沙丁贝贝市，有几个庄仔头发生水崩山。市长表示，其中有一个庄仔头发生两届。头一届的规模较小，有的人是有安全逃走，不过第二届的水崩山是把整个庄仔头拢淹去，估计有210户的民众要掉在内底。目前救援人员未输甲时间伫个招标共款，希望会当甲搁较侪受困的民众赶紧救出来。不过透风落雨的天气，救援的难度嘛真高。目前这个今年头一个扫过菲律宾的风台，至少夺走几啊十条人命，失踪的人数也不明，而且拢总有30,000口罩的人，都因为安尼爱离开家园去避难。每期风台伫个过偌济进程出现，嘛扰乱菲律宾的民众出去佚佗的计划，有要8000的旅客行程受到影响。加在气象预报显示，每期风台今仔日威力减弱了后，就会离开菲律宾。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当地居家隔离的总统蔡英文再去用视讯的方式接见台湾水电国会机关协会开澳洲议会机关联合访问团。总统伫咧致辞的时阵，先感谢访问团的成员，伫水电国会啊，佮澳洲议会关心台湾，而且推动各种的交流，期待未来台湾含水电会当签署通行协定，即航线特别民间的部分也会当有更加多合作。借这个机会，我要感谢各位长期在瑞典国会跟欧洲议会关心台湾的各种议题。透过镜头，甲大家说多谢。一个第一期间隔离期间的总统蔡英文，以视讯的方式接见台湾水电国会机关协会、甲澳洲议会机关联合参访团，而且感谢参访团的成员，伫个水电国会甲澳洲议会关心台湾的议题，期待未来有更加侪合作的机会。去年十月，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台欧盟政治关系及合作的报告，对于台湾跟欧盟的双边关系以及未来的交流发展都有指标性的意义。期待未来台湾和瑞典能签署通航协定，展开直航班机。蔡英文也说，针对维权主义的扩大，国际民主阵线更加应该要共同来面对。强化欧洲链接计划，就是期待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上，进一步的加深台湾跟欧盟的关系，一起打造具有韧性的民主同盟阵线。During the last weeks, the world has witnessed what the dictator's ambitions of reunification lead to.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Russia in Ukraine are a frightening example. Hence, it is our duty to stand with Taiwan.台湾水电国会议员协会主席欧伯利认为，讲全世界民主国家拢应该爱团结支持台湾。以水电国会来讲，顶礼拜伊多数表决赞成持续甲台湾深化关系，未来嘛会尽力来保护台湾甲台湾的主权。也若进前传出要来访问亚洲甲台湾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伫出发进前传出确诊，目前采检是阴性，十二就会当解除隔离。不过接续亚洲的行程会安怎来安排，也无对外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甲立陶宛的交流会当讲是愈来愈密切。台湾头一间立陶宛商品展示中心今日开幕啊！立陶宛的农业部含经创部拢表示，欢喜看到双方促进经济部的关系。一旦立陶宛申请伫台湾要设立一个经贸办事处，同时会当挂牌运作的。外交部表示讲，有继续提供立陶宛各项需要的协助。轻松的音乐伴奏，舞者跳出轻快步伐，表演立陶宛传统舞蹈。台湾甲立陶宛交流愈来愈密切，无限设立全台湾头一间立陶宛商品展示中心，展出22间厂商有200项产品，让国人更加熟悉立陶宛的产品。除了大家所知的立陶宛巧克力酒类，即个还有立陶宛传统的原木地板，也加好评制品。这个海洋哈，今年累月沉积形成的琥珀，非常有特色。跟我们一般这个陆地上的这个森林里或者是矿场里面的琥珀不太一样。去年的贸易额量不是很大，有1亿7000万美金，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已经是
跟前一年比已经增长了23%。王美华指出，台湾有真强的半导体甲5G，立陶宛有优秀的 IT 人才，双方也是进一步合作，会成为高科技完美的优盘。立陶宛农业部长纳维卡斯是期待台湾民众会当吃更多立陶宛美食。We appreciate the friendship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I believe that such kind of promotion activities will lead to progress in our trade relations soon.自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去年已经在立陶宛挂牌运作，是咱国在欧洲头一个以台湾名义设立的代表机构，意义非凡。立陶宛也正式提出申请要在台湾设立经贸办事处，外界关心今年是不是当挂牌运作。我们日前确实已经收到了立陶宛政府要在台湾设处的事情，正式向我方提出申请。外交部我们除了再次表达诚挚欢迎之意，我们也将就立陶宛他们社处相关事情来持续提供各项必要的协助。外交部表示，继续提供立陶宛各项必要的协助，相信在双方完成社处工作了后，无论是疫后经济复苏、经贸投资、教育研发、供应链安全这部分的领域，都会当深化合作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今年成立全民防卫动员署，经过四个月，今日发表全民国防手册建本，提供民众来应变的军事危机和可能发生的意外灾害。不过，军事专家认为讲，这内容无符合真正情况。国防部全民防卫动员署十二公布全民国防手册范本，内容主要是提供民众面对军事危机和相关灾害应变资讯，分作在意的部分，包括避难急救方式、灾害应变、生存基础知识和防灾备战准备等等，也提供 QR code 方便民众使用。主要是以提供民众面临军事危机及可能发生之灾难时紧急应变资讯，与做好安全准备及生存自助手册架构，参考瑞典、日本等国家类似手册，整合各部会、县市政府及专家学者资讯。国防部表示，目前范本已经放伫国防部网站提供民众使用，落尾各县市会加入地方避难设施、急救病院、民生用品站等等资讯，提供各县市版本。专家讲，国防部想法真好，不过执行成果有淡薄落差，还要纸板化。然后广发给民众来使用，至少村里长要，万一暂时没有电源的时候怎么办？不妨在日后透过这种漫画或者图表的方式，让民众一看就很清楚，不用再看文字，因为在暂时的时候没有人会帮助文字。专家表示，这次提出的范本详细程度较输一挂民间组织编写的民防手册，因认为传统书在全国其他之下成立较大四个月，敢若提出这款成果并不合格。记者郭文定有水台北报道。讲到最近，这本土疫情是愈来愈严重，真济餐饮业者的生意一下就落骨落成，甚至旅游业者也有民众讲要来退团。品保协会表示，民众若因为居家隔离无多参加庆典，业者就要退钱。旅行工会专联会也讲，业者即马上届歹做的就是民众因为疫情的烦恼，坚持要来退钱，这一团人数不够，也是爱出团颠倒的害因了之。工作人员传了准备出餐，原本这个时间应该是不应该变贵，不过过来疫情一直拖，餐饮业绩一直落，有接团客生意差真济。台南出名的饭店业绩已经落四成。4月5号、4月6号就清明连假后面开始有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就比较明显有办旅行社或是小型的团体就是主动来询问或是要取消，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明显的感受。酒店服务区游览车价差不多空空空，观光旅游受到疫情的影响，游览车业也真无奈，退团旅客持续增加。报名的人就慢慢退，慢慢退，慢慢退这样子。我们月底到6月份的团全部都被退光了。我月底本来有也是4月29、30，也是有已经缴费了，可是大家都是退掉了。也是疫情的关系，多少会担心啊，可是没有关在家里就很屌啊。所以他想要出来走走这样。民众看法不同，不过各地旅行团出团旅客减少，这是一个事实。是，你好。
手来定位接未线，看来拢是要问退团。台东有旅行业者讲，初步估计差不多两成接到退订，差不多退到七月到八月。宜兰的饭店原本订房率六成，即马嘛剩较无两成。那目前四月份、五月份的时候，其实退团的几率非常的高，不管是各级学校或者是社团都有。现在我们连七月份跟八月份的团都也是陆陆续续，基于安全的考量，已经都有在退成的，都有在退团的情况。疫情影响退团，拼搏协会接到投诉案也增加，也不过要安怎解约退费？拼搏协会表示，业主民众因为居家隔离无法参加，业者必须专家退钱。那是个人考虑取消，都要依照出发日的当地按比例赔偿。你有接到确诊，或你有接到居家隔离这种法定原因，那这种的你才可以主张，而且是个人，你不可以因为你个人去影响整个团。严格部分旅客因为疫情的因素坚持退团，旅行社一切开团的因素到未齐，那只要出团会有关成本，等于是做了钱生意。不过取消行程，阁爱负担饭店交通维护费用，根本都进退两难。取消按照定型化契约，但是事实上付出去的钱你是没有办法去要回来的，所以旅行社除了要负责基本的管销、人事管销跟基本管销以外，他还要赔偿这些无形中产生的一些费用。疫情无等候，原本想讲已经度过寒冬，即马又阁有新一波挑战要面对。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的艺方馆的使用期限只剩三礼拜就要到期了。高雄市为了要争取民众把这艺方馆留在高雄使用，有一挂基本店家就推出优待，买500元就送100元的高雄券。有抽到艺方馆的民众，你敢要未使用？因为到四月底，仅那剩三礼拜，高雄一挂艺文店头推出艺方馆暗照优惠，有拍折也是送手信啊。亲像这间册店，逐工有四种册拍折，阁有高雄馆通体，业者是把握最后时间来抢人客。长辈买册给孙啊。年轻人啊，伊也买一挂册来成长。因为阮的书店较细间啦，业绩较袂遐悬，所以伊的增加的幅度会较大。阮差不多有增加60%。中央要统计全国艺方馆有四成还未使用，不过艺方馆活动够大，还是提升册店的营业。另外，高雄有剧团票房收入也增加两成。文化局表示，尤其高雄阁有高雄馆，刺激消费的效果有加倍。其实，在我们的书店，然后图书文具出版业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是参与非常踊跃的，而且也是受惠最大的一个产业别。那再来就是在电影业，唔啦，册店有压照优惠，高雄一挂电影院嘛有消费500元，佮送你100元高雄券。文化局指出，高雄有将近300间的艺文店头加入高雄券的活动，只个加买券拢到月底都袂当使用，民众爱注意。记者陈嘉文、罗维泽高雄报道。当地孤山岛附近的海协科技部的研究船海健之后，有派人落去畅水做研究，险啊！甲这个看海岸业者的观光船烧了，引起业者批评。业者批评讲，这要做研究，哪拢无事先通知，讲安尼是真危险的。不过海巡单位也讲，这科技部的研究船是正式核准的，也会提醒这研究船要做海面标识。科技部也讲，因的安全部分会做一个管理。超级车祸，小鲸船伫11:10:25，西鼓山岛附近海域突然海面探出两条人头，小鲸业者惊一条紧急，打东亚水湾才避免发生意外。经过查实，两个人是科技部进行海域探员的畅水人员。小鲸业者质疑科技部派员伫鼓山岛四口位畅水无事先通知，也无经过标识，实在伤危险。照理讲，那是要有接护船啦、还是有一个浮球、有一个安全的设施在旁边嘛、也要告诉我们说啊，有人员在下面浮潜啊。希望以后哈，我们昨天已经有告知对方了，以后如果这个情形哦，尽量避开我们的航道。这摆科技部研究船是科技部委托海洋大学进行研究，甲小鲸业者发生冲突。海巡人员表示，研究船进行畅水探检有正式核准公文，也已经有提醒畅水人员爱在海边标识。也提醒他们，就是未来他们在龟山岛周边的水域啊，如果说有类似从事这样的一个研究工作，希望他们的潜水人员能够。在他们潜水的区域，能够在海面上啊，能够设定类似像浮球或者浮标等等的标示。这一次，
某一种程度比较像是他们碰到特殊的状况，小船就开回去修理，所以就变成你附近看不到任何的小船。科技部回应海洋大学海洋生物所唔将小教授申请的研究计划经过科技部审核核准，将要求各研究船管理单位针对这类的创作活动定出更加明确安全管理措施，确保航行船只甲研究人员作业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在咧新竹湖口一座公园，长期以来有人伫遮乱扔垃圾，就算宣导也无效。乡公所决定要按监视器，阁派专人无分每日徛伫公园门口，要甲遮乱扔垃圾的人抓出来。公园门口予人等大量的垃圾，在地民众反映讲，这款状况已经真久啊。天气热的时候，那味道都会出来啊。还有那些乱丢什么家具的那种叶子，也会丢。它这样子的情形维持多久了？哇，起码我有印象中，起码一年多以上。这几年来一直有一堆垃圾哈，尤其是假日的时候，很多民众啊，都会顺手来公园休息的时候，会顺手丢一些垃圾。其实原地有当时啊会出现一两包垃圾，附近的清洁队员参社区志工会斗三工收走。想不到后来刷愈来愈侪人乌白蛋，有时阵年假了搁较咸，垃圾得要搬出去一边的车道。乡公所决定除了装电眼，嘛逐工派人伫现场顾。我来看两个钟头啊，就碰到四个人嘛啊，四个人里面就本地人比较多。都他们来丢的就对了。因为他当场来，我就跟他讲啊，派人来守差不多两天到三天，还有二十几包啊。那今天我来的时候是两包啊。经过几天了，效果有明显改善，不过也是有人趁清洁队员休困的时阵来偷蛋。乡公所刷来调出电眼画面，要抓出偷蛋垃圾的人。记者赵君和新竹报道。嘉义市大溪里的边门卡排水，因为附近地区的生活垃圾水，还有农业排水拢排来到这，致使这水质甲环境是愈来愈歹。为了要改善这款的情形，嘉义市政府向环保署来争取经费，甲卡垃圾的所在做整理，变作是一个水环境的教育园区，和社区有一个结合环境教育甲休闲的空间。游具是民众遛小孩的好地方。学生囡仔小学教育园区的设备甲功能，这个新启用的水环境教育园区，唔仅替社区增加活动的空间，嘛改善一直以来因为废水产生的臭味问题。那我们不是只有把水环这个河川的水质把它改善了，其实这里头还包括我们把生态的保育也把它找回来了。嘉义市大溪社区的边门卡排水，因为家庭废水甲农业排水的影响，长久以来拢有臭味的问题。即马透过社区、市政府甲环保署的合作。用人工当地的方式，唔呐改善水质的问题，嘛加做水准款的教育环境。改造之后，不管是我们在地居民的生活环境也好，或是种植水稻的那个稻子米的品质来讲，都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善。水质改善了以后，我们的生态啊，所有的生态就是整个都活化了，甚至更重要的，我们成为一个环教的一个区域。市政府环保局讲，这个园区的土卡底有利用土刷接触拍气来净化水质。顶面阁有民众会当使用的设施，嘛已经甲大学合作，要来让这个园区发展做最纯款的教育基地。记者林慧婷加记报道。伫咧春天尾，也就是热天头，就是花金果的季节又阁来到了。台中的东势林场，因为生态保育做甲真好，有上万只花金果拢成功复育。而且伫咧假日时的时阵，阁会特别安排志工来甲观众朋友导览，带恁做伙来看。花金菇闪闪细细，伫山顶飞来飞去，看起来真水。每一冬的四月中，就是花金菇的季节。伫台中的东势林场，因为中华关龙花经营了袂歹，生态保育完整。今年花金菇的数量暗算有300,000只。在我们的水资源的一个保育，还有我们生态的一个保育，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的完整，所以我们富裕萤火虫的成绩相当的不错。花金菇是环境指标糖团。因为东势林场有卖我200家土地拢无喷农药，对后有花金菇有帮助。时代中看花金菇真受欢迎的所在，假日阁有专业的导览志工，
带大家做会了解火金菇的生态。一般来讲呢，公的萤火虫它有两节的发光器，一闪一闪，非常的漂亮。母的呢，它是只有一节的发光器，它飞的比较低，那当它们在求偶的时候呢，那个数量呢，实在是非常的壮观。当时林场的工作人员带来加热卡瑞，准备精彩的表演。一个火金菇的季节就要来了，民众会使把握四五月啊，去一逝东势林场，就有机会看到规山坪水界火金菇。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家人到新竹是对20度到31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8度，也过未来三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AM 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再讲一个时间，咱再会。